79届联合国大会明仔会伫纽约开幕，台湾的选达团哦，今仔宣布讲哦，要去联合国来表达台湾要加入联合国的决心，抗议27/5决议和中国错误引用，卖交公开批和联合国的秘书长，要求爱召开听证会。我们在利息要召开一个访问啊，这个访问我相信会在美国引起，因为有美国人的支持我们就容易多了。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向大会报告说，在我们要出去以前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到美国传播27/5这个 resolution 和台湾无关的，台湾应该要加入联合国，这是主要的目的。选达团去美国的纽约，还有华盛顿特区哦，打算要来参加27/5国际记者会，还有 Keep Taiwan Free 大游行，买甲美国地科哈德逊的研究所，还有华盛顿时报举办台湾国际地位的论坛，10日出发，20日就会回国。